小艺曾经演舞台剧啊，嗯，为了活下去，没演出，没戏，就在他们家楼下租了个羊肉串的摊儿，卖羊肉串，为了能坚持在舞台上做创作。然后他现在做儿童剧，非常的受大家欢迎。我想我们这小艺啊，戏剧人太牛了，真的，我这次跟他们在一块儿这俩月，嗯，太可爱了，爱上他了。